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丽。今天有没有发现我穿了跟 TEDx 小舞一样，红红的？好，先简单做一个介绍，我是丽，我来自深圳，是一位鬼点子有点多的设计师。那这不是我第一次站上 TEDx 的演讲台了，大家可以感受到，包括刚刚的喘息，我还是非常紧张的，所以我带了我的一个解压秘方，大家看这有颗球。现在呢，请正在拍照的朋友们将手机放一下，我有可能会把球扔给你。如果我抛给你了，麻烦你帮接好哈。OK， 好。刚刚第一位拿到球的朋友，我现在转身了。拿到球的朋友呢，麻烦你不一定要抛的，你可以传递给下一个人。我会倒数十个数，最后是零的那位拿到，我数到零拿到球的朋友，麻烦站起来。我只是提问一个小小的问题。好，预备开始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、零。这是哪一位？请问怎么称呼？茂盛的盛。啊，那个我刚刚没有听到您的名字，我要请问一下，您现在是单身吗？啊，是，那我可不可以下来亲你一下？大家不用担心，我没有什么别的一个兴趣爱好，我就喜欢亲亲人。您请坐，我刚开个玩笑。做这个事情呢，是为了让我自己放松一点，然后也让大家笑一笑。因为天气比较热，大家走进来，现在希望这一轮活动可以让你的思绪活跃一点。这个刚刚做这个行为呢，除了让我放松，它还有个重要的目的。也是我们刚刚一块儿完成的。如果我刚才真的站下来，跟你零距离的接触了，因为我现在站在讲台上，跟你们第一排的观众都有五米的距离，那我们之间的生理和心理距离都非常的远，所以我在通过这个游戏极短的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。那就在刚刚，我们在座各位加上我们完成了一次。像快闪式的集体艺术，这个也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内容。那看一下这大屏幕，看集体艺术的四个大字。在开始分享我的故事之前，我想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是集体艺术。那看到这四个字，集体艺术吧，那很简单，对不对？集体，那顾名思义，它应该是一个团体，是一群人在完成一个艺术作品或者是一件事情。一个艺术事件或者一个艺术行为。那集体艺术我怎么去定义它呢？我觉得它必须是五个人以上。有个词你肯定听过，三五成群嘛，那你要有足够多的人，你才能叫一个集体艺术。那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呢，是我2016年做了一件事情，它是一个小小的故事。2016年我做了一件在我们国内全网视频平台被列为违规内容的一个活动，叫陌生人接吻。那我们先从这个活动开始做分享吧。在2016年的6月5号，我发送了一篇推文在我的微信平台，名字叫《给生活一次接吻》。在短短的时间呢，我的私人微信就爆掉了，我收到了非常多的好友申请。每个人过来加我就问，哎，这什么活动啊？怎么参加呀？怎么玩啊？好，我加完这么多人之后呢，我想我总不能真的让100多号人集体过来接吻吧，我觉得我会被警察抓走。所以我想，或许我可以有个办法把这个人数相对控制一下。于是我用以下三个问题对第一批参与者进行了筛选。一，你为什么想参加这个活动？我肯定要知道你动机。二，你是否有身体疾病？因为毕竟是亲密接触，你是什么样的社会身份？这个是帮助我去筛选尽可能不同参与者。好，第一轮下来，我最后选到32个人参加。那在这32个人里面，我会通过他的年龄、身份、性别、地域。各种各样的因素来进行一个配比，最后我觉得比较合适的是20个人，但只可惜在活动开始之前，
就有人退却了。退却之后，包含我本人在内，一共是14个人参加。啊，到了当天下午2点钟的时候，大家开始陆陆续续过来了，就在我工作室里面，大家坐下，我让大家相互自我介绍，聊聊天，喝点咖啡，喝点茶。如果真的有需要，可以给他壮胆的话，来点酒也是可以的。在初步了解之后，没有那么紧张，我让这一群人开始自我组队，以自愿为前提进行自我组队。你可以2个人一组，你可以选择同性，可以选择异性，甚至可以不只执行一个人。但进去之前，包括活动参与之前，我都告诉他们，这个活动我有全程的影像记录，包含了当时刚刚兴起没多久的线上直播。好，下午4点30分的时候，开始第一队人进到房间去了。大家在这儿，我画个小重点。听我讲的时候，请看大屏幕上面仔细看啊。当人走到房间之后，我发现平均啊，参与者平均刚刚进到房间的距离是1.5米，就是2个人之间的距离是1.5米。这个时候，直播平台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，就是大家进来看，说：“哎，这些人在干什么呀？”两个人面对面看着，好像没有干什么事情，大家只是会对这个活动产生一定的疑问。好，接下来距离拉近了，到了0.5米。0.5米的时候呢，就会发现参与者是开始拘束不前，就有点尴尬，因为你距离近了，大家做什么事情呢？找角度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东西，一定要有一个完美的角度。他开始找角度，哎呀，这个有点尴尬，不太好，碰一下，会不会更尴尬？然后我观察的最多的是这样。好，开始各种的，就是小动作，你觉得很可爱。反观直播平台，哎呀，这个时候就好玩了，全部的评论开始重问问题，他在干嘛呀？变成去评价参与者本人，他不是评价这个活动。好，活动的高潮来了，亲到一块儿，大家看好，第一张就是我啊。那个正在亲我的呢，最后变成我男朋友了。我们大家看到，红色明显是女生，蓝色是男生，两个人在亲吻。在这个时候，参与者本人亲完以后都有同样一个动作，会亲了第二次。但直播平台上面就不是这么一回事儿。怎么说不是这么一回事儿呢？这个已经被我强力的和谐过了，但实际上的一些状况就是，哎呀，这女的这么丑，说的是我，这女的这么丑，放了那个男的让我来。如果是女生长得漂亮一点呢，就会说这个男的一看就是个老处男，过来就是占便宜的。要不然变成两个女生两个男生的时候，就达到了评价的高峰期，就说两个人不认识过来接个吻就叫艺术啊，我放到床在大道中间来个爱的鼓掌，我是不是也是艺术家？我就心里想吧，你也行，你要是能这么做警察不抓你，我也就是佩服的五体投地了。那你看到这儿，你会想是不是所有的评价你都是这么负面的，没有正面的吗？当然也不是，我可以很自豪的告诉你们，有正面评价，2个人。他们说什么呢？他说：“哎呀，说这么多，逼这么多，你行你来啊！”也有人说：“哎，我觉得挺好的呀，人生就是需要这么多丰富的体验嘛。”好，说到这儿，我想给大家看两个数字。我们当时的直播同时在线最高人数只有11495个人。大家知道，在现今的直播状态下，这个是一个很可以忽略不计的一个数字，可能是一些大网红的零头。可是就在这么一点点人数的情况下，我们得到了什么呢？这个40万不是流量，是40万加的赞。那个时候还没有像现在这种给礼物哈，就纯是40万加的赞。想想看，那么不太好的
评价占大多数的情况下，这40万它是怎么点出来的？问号，我为什么要做这个活动呢？为了解释这个，请容我让自己缩一个水，把我的身高和我的年龄都往前拉一拉，从我7岁开始讲。我7岁的时候刚开始接触国画、书法跟油画，我发现从小我对艺术有着比较深的感情。然后那个时候，包括到现在，偶尔我还是会卖画的。卖画的过程当中，我会接触到很多买家，也会接触到非常多艺术爱好者。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，往往像左边这样看比较高深莫测，比较抽象的画作，会比右边这个比较实际的画作卖得更高的一个价格。于是乎我就想，是不是艺术它必须是让人有点看不懂，那么高高在上，那么它别人才会，普通大众才会认为它是艺术呢？于是在2015年，一次非常偶然的机会，我在刷油管，刷到了一个叫 First Kiss 的一个视频，这个是陌生人接吻的原型。我看到这个视频之后，我就觉得哇，我找到一个完美的载体，可以来认证论证我的这个观点。在陌生人接吻之前，我还做了非常多其他的艺术，比如说时光银行，还有非常有趣的一个活动，就是我将我自己的工作室，我的工作室大概有300平左右，其中100平是我的画室，然后我把它封闭起来。到什么程度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大家晚上有没有试过，或者都试过睡觉把头蒙的被子，在被子里黑不黑啊？黑啊哈。那我告诉你，那个在国际评定上顶多是7级黑，然后我做到的是10级黑。什么10级黑呢？就是你的手放到这儿，你依然看不到你手在哪。那个时候一个小小的空间，你会觉得它无限大。在这个空间里面，我把上下左右全部铺满画布，然后人可以2个人一组，可以1个人一组，进到空间你可以全裸，你可以在里面滚来滚去，你也可以泼颜色，随意参加。那除了这些，我还做时光银行啊，还有做地球一小时，各种各样的活动。那为什么我偏偏把陌生人接吻拿出来讲呢？那是因为多半参与我集体艺术活动的人，他并不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个艺术的事情，他在参与当中，参与者觉得是人生的一个体验，或者是一场不错的活动，而观看者吃瓜群众就像是在看猴戏一样，觉得哎挺有趣的，也就这样了。陌生人接吻我拿出来讲，是因为我以前的活动，不管是对参与者还是观众，没有发生直接的矛盾冲突，就是他不会有利益上的冲突，所以大家接受起来比较快，也比较容易。而陌生人接吻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无限放大了这个矛盾点。大家看一下我背后这个图，第一个是2个陌生人见面，那只是普通的生理的距离，可能最亲密的情况下握握手，拥抱一下，贴个脸，自拍一下。但做了这些动作之后，依然你的心理距离是比你生理距离更远一点，因为你不了解对方，你还没有时间去了解他。而吃瓜群众，也就是我们的看客，那就更远了，他看着好像就只是拿个屏幕，好像就在屏幕另一端，可能他的思绪 和他的内心已经绕了地球52圈了。在这样情况下，就来到了我办这个活动的最大理由。我想说，一，艺术它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，但这里的高它并不代表是高高在上，它应该没有那么难去让人理解。第二，艺术既然是源于生活嘛，那么它自然应该也可以回归根本，就是回到你生活中身边来。但在回到身边的时候，它会是以任意一种形态存在的，因为艺术本身就是你生活灵感的集结，就像你创作音乐，就像你创作画作，你突发灵感，你做任何一件事情，它其实就来源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。于是我想呼吁一下，也想发出我内心的一个呐喊，
给生活来点艺术，让艺术回归生活，多热爱一点，用自己的眼睛去发现身边哪怕最简单最朴实的，它也有可能是下一个艺术。让我们一块儿作为匠人，作为艺术家，一块儿来打磨这个金刚石。谢谢。